我们来看一下镜头里的华人魔术师空手变出面包，竟然在最后的关头露出破绽。你变成使了各种道具，变得我有点无力，你的眼神也是真道具，让我真的着迷。你的魔术迷幻了我的眼睛，我不想知道谜底，我不愿醒。你的魔术迷乱了我的眼睛，明知道是欺骗，我被骗的心甘情愿。你变成使了各种道具，变得我有点无力，你的眼神也是真道具，让我真的着迷。你的魔术迷幻了我的眼睛，我不想知道谜底，我不愿醒。你的魔术迷乱了我的眼睛，明知道是欺骗。